追师傅，你输了，是你教我们的。在刺客学院里，永远不能相信你所看到的。本次测验无一人合格，全体扣20分。原貌大乱，战乱已久，朝天无为，人人自危。 来去自如且一人成军的刺客们，成为了人们对抗外敌最后的希望。而进入坐落于芒城的刺客学院训练，就是成为顶尖刺客的唯一途径。可是，一旦进入这里，就只有成为第一名，才能毕业。我想之后可还有好苗子？有。 这个苏少看起来还不错，苏少心思太重，武学上恐难再有成就。那依你这剑，谁有可能是夺魁之选？韩小楚。 韩小楚，她虽为女子，一搏却不输于任何男子。她虽力大无穷，却也神情如燕。那个有毒。 师傅今天没在菜里下毒，太好了，好久没吃红烧肉了。他体质麻木，寻常剂量的毒药不起作用。你不知道？除此之外，他还是旷世难寻的练武奇才。 短短一年，同届弟子中已无人可敌。他最近表现不佳呀。他近期遇到了一个难题。哦，什么难题？看剑。小楚，我来帮你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龙臂携在，每一次都不需要你亲自出马。你如果想要感谢我的话，那…… 就请我喝酒吧，龙碧血，你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！哎，这次啊，就别掐那么紧了。那这龙碧血该如何处置？自打他入学以来。 几次三番借口向第一名学习，破坏课堂纪律，对韩小楚纠缠不清，无视处分我行我素，屡教不改，一副泼皮无赖作风，是否该采取措施？无妨，早先安排他出城任务。他若能完成出城任务，便直升下界第一。可若不能。 不知道那个龙碧鞋，他在那个烟里放了什么东西，才被他趁虚而入了。我才要气死了，没见过你这么费衣服的，打架又不是用衣服打。有这个龙碧鞋在。 我可能永远都追不上博香师姐了。你早晚会像博香师姐一样成为第一毕业的，放心吧。为什么现在没人回来啊？
杀气，他们都躲起来了。临时测验，你。小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主要是想跟你道个歉，上次的事吧，的确是我不对。我觉得，这谁是吧？其中分数第一名，韩小楚。到。收拾行装，明早做出城任务。如果您能找到通缉令，击杀通缉犯，离毕业不远了。出城任务？我可以做出城任务了吗？你不去？去。追师傅，我也想去。这是第一名的任务，你是倒数第一名，别想了。我虽然身为倒数第一名，但是呢也颇有上进心，想跟随韩小楚观摩学习，所以请让我去。当然可以，韩小楚、龙碧琴一起做出城任务。每年学院在选出第一名前，都会给预备人选一场出城任务。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呢，被认为能离开学院独立生存，能直接升为第一，毕业离院。这就是盲肠。你说，出个任务还得戴头套，生怕我们发现出去的路是。别管这么多了，只要能完成任务，就能毕业离开学院。这不就是通缉令吗？白银百两，客官，看看小玩偶。好嘞，谢谢。小楚，啊，要吗？幼稚。那不要了。啊！我要给南婉送一个。老板，一口价，50公分。公分。傻子，在外面结账可不用公分啊。打个欠条。我非得欠呢？我不想欠你的。行，没问题。拿去吧。不用了，等你什么时候有钱，自己撕了就行。这个不就是通缉令上的那个？这个任务也太简单了吧！站住！嗯？我埋伏，躲开！你！小楚，救我！小楚，在刺客学院，永远不能相信你看到的。这次的任务就先不做了吧。龙碧琴，你……你好好休息。
人。天花间唱